大案记实，吕鹏制作。欢迎收听《大案纪实》，我是吕鹏。本期节目我们来讲述，就在十一月十五号，也就是今天上午刚刚宣判的南昌红谷滩杀人案。素材来源澎湃新闻。杀人的凶手啊，叫万小弟。杀人的十多天前。 他的母亲李桂英，就察觉出来他不太对劲儿。那天晚上，她和丈夫万田坐在客厅看电视呢，万小弟突然就冲进厨房，拿起刀就要砍他自己，嘴里边呢还在那儿嘟囔着：“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万小弟持有精神三级残疾证。 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二定义精神三级残疾为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能学习新事物，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只是患者不管交流还是学习社交能力都比一般人要差。万小弟呢，需要定期服药控制病情。李桂英不确定他这几天有没有吃药。 在案发的三四天之前，万小弟曾经应聘过保安。他跟朋友老贾在电话里抱怨说应聘失败了，还说起前几天去别的公司应聘也因为尿酸过高而被拒绝了。老贾和万小弟呀、啊、是在一家公司做保安的时候认识的，除了不太聪明，老贾没有发现万小弟有特别的异常情况，他也不知道万小弟。 有精神疾病。万小弟的另一名前同事还说起过呢，说他要是像精神病，也不会在这里做事儿啊。万小弟这人呐、啊，话不多，也没有和其他同事发生过冲突。但是被老贾形容为胆儿小的万小弟，在五月二十四号的傍晚，当街残忍地刺死了年轻的实习律师沈云。短短十五秒钟之内。 万小弟朝着沈云捅了数十刀，沈云倒在血泊之中。五月二十四号上午九点，万小弟出门了。他和父母呢，住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一处安置房小区里。因为是最小的儿子，奶奶给他取名叫小弟。 父亲万田回忆说：“万小弟离开家的时候，除了手机什么也没带，只说了一句‘去铜锣湾问问情况’，然后骑着电动车就离开了。”母亲李桂英解释说：“三四天前，万小弟曾经去到离家四公里外的铜锣湾广场应聘保安，对方呢让他回家等电话，但此后万小弟始终没有接到电话，决定再去问问。这一天呢？” 特地换上一身白色上衣、白色长裤和黑色皮鞋。上次去应聘的时候，万小弟呢穿着拖鞋去的，显得邋邋遢遢的。跟他认识四年的朋友老贾就提醒他：“你呀把胡子剃干净了，你穿干净点再去。”应聘那天早上八点多，他曾经多次打电话给许久未联系过的老贾。 说很久没找到工作了，老贾，你帮帮忙吧。老贾能听出来，万小弟有些绝望。可是老贾呢，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他建议万小弟面试的时候穿干净一些，不要怯场。老贾说了，做保安呐，就是要脸皮厚，大不了这家不要，再问下一家呗。五月二十四号上午的九点二十分。 万小弟来到铜锣湾广场，在下边等了一会儿，就自己上楼了。中午十一点多，老贾主动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问他情况怎么样。电话里万小弟说：“嗨，面试又失败了。这家公司对保安的要求之一是身高不低于一米七，而万小弟只有一米六多。他娘的，别人都要，就不要我。” 万小弟有些生气了，他还告诉老贾：“这几天呢，我还去别的公司应聘过，尿酸高，体检也没通过去。”哎，我说小弟啊，你运气怎么这么差呀？行了吧，再联系吧。万小弟也没接他这话茬，说了句“再联系”，就挂断电话了。这之后。 万小弟去了哪儿？见了什么人？老贾一概不知。这期间呢、啊，万小弟的二哥等人多次给他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万小弟也没有回家。大约六个小时之后，万小弟的身影被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的一处监控探头捕捉到了。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道路，车辆呢是川流不息。周边的写字楼。 商业综合体林立，从这儿往西北五百米，往东南一公里，这都是红谷滩新区最繁华的地带。南昌地铁一号线在这儿拐了一个弯上下班高峰期，凤凰中大道是通往地铁站的必经之路之一。五月二十四号是一个周五。 沈云和律师事务所其他两个年纪相仿的实习律师，结束当天工作之后啊，约着去附近的万达广场逛街，一起喝奶茶。位于附近一处写字楼的律师事务所到商场不过七百米的距离。视频显示，沈云等三个人呢，从南往北走在人行道上，是边走边聊。经过一处工地的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女孩不经意回过头，这时候万小弟扑了上来，从红色袋子里边掏出一把刀，毫不迟疑地刺向了走在中间的沈云的颈部。沈云这时候倒在地上，万小弟也没有停手。工地门口的一位保安听到万小弟嘴里面还不停地在说着“刺死，刺死，刺死”。 连续捅了十多刀之后，他立刻向南跑去，期间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沈云。沈云所在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同事介绍说，万小弟行凶之后把刀扔了，躲在离事发地一百米不到的一处停车场，半个小时之后被警方抓获，而沈云经抢救无效之后去世了。沈云呐、啊。 看上去清秀明亮，身高一米六三的她，体重九十多斤，就像一位邻家少女。事发之后，沈云的父亲把女儿的实习律师证随身带着，时不时就掏出来看看照片，心里像刀割一样的痛。这是一个来自江西瑞金的四口之家，沈云的父母早年在广东打工的时候相恋。 沈云出生之后，父亲给他取了一个乳名叫月宝。夫妻俩呢，一直在汕头做工。沈云的父亲是泥瓦匠，沈云的母亲呢做家政工作，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们希望女儿毕业之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但是沈云要强，他说呀想做律师。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他的堂姐。 毕业于厦门大学，同样也是在做律师，这是他的榜样。而沈云，是他家人的骄傲。他的弟弟沈浩说起姐姐的过往：，沈云本科考入上饶师范学院的政治与法律学院之后，为了锻炼口才，加入了辩论协会。 毕业实习选择了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为实习律师代表上台发过言。沈云还一次性的通过了司法考试。父亲深刻的记得沈云给他报喜的那天，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的声音。沈云说呀，成绩公布的前一天晚上，紧张的都不能入睡，脑子里想的。 都是这个东西，一睁眼就赶紧去查成绩，得到结果之后，第一时间打给了父亲。通过司法考试，意味着他离自己的律师梦想又近了一步。只要在实习一年以上，他就有机会参加考核，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他还有着更多的计划，他呢要继续报名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 去年没成功，今年再努力。二零一九年春节过后，沈云从汕头来到南昌，入职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成为实习律师。他和朋友林玉一起租了一间房子，坐地铁上下班。林玉呢是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两个人在同一栋写字楼工作。 职场新人沈云整天忙的是不可开交，看卷宗、看书、准备考研，连南昌有名的秋水广场音乐喷泉都没时间去看看。五月二十四号下午五点左右，他问林玉：“下班之后要不要一起去逛逛？”林玉说：“啊，手上还有点事儿要处理呢。”沈云呢，就跟两名同伴先离开了。半个小时以后呢？ 林玉离开律师事务所，回家路上顺便买了排骨，准备晚上下厨。他不停的给沈云发消息，但是沈云再也没有回复。得知姐姐出事的消息的时候，沈云的弟弟沈浩刚刚抵达深圳，准备入职新工作。舅舅只告诉他姐姐出车祸了，能救回来。可当他晚上到机场。 准备飞南昌的时候，噩耗传来了，机场的人都看着他跪在地上哭，而他已经想不起来那几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沈云的母亲在到达南昌的十多天里多次昏倒，沈浩说，母亲神情恍惚，鞋子放到眼前都不知道穿，总是念叨着女儿怎么还不给我发微信呢。 沈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被害的会是沈云？他们想知道万小弟为什么要杀人。那么，万小弟从跟老贾打完电话之后，到他杀害沈云期间的这几个小时，他经历了一些什么？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即是下期节目。 继续为您讲述。承蒙咱们各位听友的厚爱哈，本人现在呢也是有文创周边的流量小鲜肉了，哈哈，呃，刚上新了一款手袋，热乎着呢啊！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上搜索“飞行凡文化”公众号，点击在线商城就可以看见了。 上面呢不仅有我节目的周边，还会定时发布粉丝见面会呀、啊、和主播去旅行啊等等相关信息。最后呢，祝大家好好吃饭，四季平安。